3月16号，跨次元摇滚岩乐队在北京举办了新专辑《三界》的发布首演礼，现场不再有 OST 女王严艺丹，而只有岩乐队的主唱严艺丹和乐队全员，他们全新的完美姿态可以说是燃爆现场。岩乐队一连登台现场解锁现唱了包括新专辑《三界》在内的11首歌曲。值得一提，岩乐队打造多元音乐现场，紧扣歌曲利益的视听呈现，首演礼上所演唱的11首歌曲横跨多个曲风。岩乐队自成立至今，不畏旁人眼光，不为音乐设限，摒弃约定俗成的媚俗和矫情，尝试一切喜欢的事物，宛如疾风般随性而又自由，用音乐描摹世间的斑斓，传递自己对生活与现实不妥协的态度，让听众感受到他们心中那份坚持自我的力量与执着，可以说是用音乐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颜色。